你决定。It's your call。我怕它死掉。我靠！啊！那些木毛咬下来。好心呐、啊，好心呐、啊，来，我们再想一下哈、哦，再想一下，我们再出另外一个题目哈、哦，再出另外一个题目。好，我们先想一下哈、哦，我把这个反过来画，或许你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是的。
那我从这一格到这一格几个？不用结果。是一百一十减三十二，对吧？一百一十减三，明颖你有在听吗？他为什么不听？所以你懂了。哪里不懂？哪里不懂？所以我现在问你很简单哦，这条线是华氏的跟摄氏，我们用零度用冰块结冰的那条线，这是共用的那条线，这是沸腾的那条线，这是沸腾的那条线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从零度到一百度，这边有一百格；从三十二度到212度，有几格？有几格？180格，对不对？180格，对不对？明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也就是在这两条线的范围中，在这两条线的范围中，每一度C的间隔相当于是1.8度的间隔，1.8度 F 的间隔，是这样子？有听懂吗？100格相当于180格嘛，10格是相当于18格，1格是相当于1.8格，有问题？有问题？好，那我现在刚刚从这边走过来，这边假设32格，这边等于几格？是32乘上1.8，对不对？那我既然知道这边有这么多格，这边到底几度 F 是要再加上32，因为这个是从32度开始算的。是不是这样子算出来？那反过来算，我从110度 F 想换成摄氏怎么换？是不是一十？我现在知道这边有几格，这边到底有几格？用减32，我知道这边有几格了吗？啊，减出来之后，我怎么换到这边来？怎么换过来？这边的每多少格等于这边一格？每1.8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知道说它有到底有几个1.8格就好了嘛。所以怎么办？乘1.8吗？乘吗？除1.8嘛，我叫除1.8，记不记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每三个拿着一杯，就是东西嘛，也许糖果，也许橘子，也许什么，对吧？反正每三个拿着一杯，需要给拿几杯？怎么算？不知道。我是把这一堆东西除上多少？杯子。咬到你了，长条形的，在哪里？
里？哎呦，哎呦，就是那个嘞，就是那个叫做……哎，小安总，不要讲名字，不要讲名字，你走开，走开。纸货，你把我呀，我操，可以的，哎，可以的，我都没有，很可爱，他们讲的那么好，哈哈，怎么这么好笑？也不会的，那哪张纸？你是不是这样想？哎，你快点结算没有？可以，请用计算机，请用各种方法。要吃吗 ？OK， 谢谢你。要吃吗？那要是我写错怎么办？啊？我在你们先换。我重写啊，但是现在没空。可是我已经把勾哥占满了。没关系，让写旁边，我等下可以让。不要擦掉，就洗旁边就好了。哎呦，那我女儿五月份毕业，我错了。写不上，你要把我改成错的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停停停停停停停。我写个格子给你写，好不好？好。没问题啊，不要直接找那个单位换算的程式哦，不要 APP 哦。好。好感动哦！好，我加一个，然后我变成一个。
把五十一度先怎么样？先换算成格子，因为这是从零开始，对不对？五十一度 F 嘛，所以你先把五十一度 F 换过来就好了。五十一换过来什么？就乘上 1.8， 对不对？最后再加上32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那这121度呢？在这边。这是121，所以要先减32，才知道这边几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减32，再乘上什么？或除上1.8分之1嘛，对不对？或乘上9分之5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正常还配的刚刚好，你看这边减掉多少？剩90啊，除掉。那我们就是那是89。89不是约等于90？那不嘛。89，哎，我现在教的是很简单，叫做是快速算法。啊，你知道这边有误差了，90一约掉是不是相当于51？哎，50度，是不是50度？可是呢，可是呢，这是89，所以它要小点，所以它是49左右吧，或者48点多，啊，差一度嘛，差一度应该49点多，有没有问题？49点多。算的很认真的。对，49点多，所以大约，哎，你看，没错哈，没有错哈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另外一个角度你们想啊，我这121度 F， 你们第一个答案都算出来，123.8度 F 都算出来，差几度？我第二个题目是121度 F， 你们第二个题目算出来是123的，差一点八度，就差一点点而已啊，不是吗？差二点八度了，差二点八度，这怎么不是1.8？对，差一点，你用随便出的，好。OK， 这个单元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。下一个单元就是热量，热量啊。好苦，那个红油叫蛋白质。什么？刚果背上。在听不懂。背上。吃货的，吃货刚那个东西拿走了。好，回来。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。十万个单元，算是。这边是。